他不在啊，一起刷卡吗？上个礼拜什么时候？前两个礼拜、啊、假日的刷卡啊，一起刷手抽？没有啊，可是我后来想想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你家在哪里，因为有点烦，原本想说尝试一下你的玩具的。你又知道我什么玩具？这东西可以播吗？你上次不还拍吗？啊，你看，没现在在录哦。好习惯会录啊。这可以播啊，这么劲爆的东西。我没有那种东西共用，是不是？他妈什么劲爆？我没有那种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是不是、啊、你上次你上次还拍给我看啊？你又他妈看到什么东西了啦？你他妈的！啊，你不是跟安祖一人一颗？你又吼，你到底在编什么啊？啊，有什么好编的、啊？听到有录了，越讲越凶。两个人共用一颗是要玩什么？笑死！哎，老板不在啊，还好他不在。没有，我们昨天两个忙到快累死了。你看，两个轮流玩跳蛋很累。两个昨天当伴郎了。哦。干你娘哎！你超垃圾。你可以请教迪尔怎么抽。那我欧洲人呢、欸？才不是他那大便手。我要把迪尔的手砍下来带回家。我用舌头也抽的比你好。舌头哦。咋回？哈哈哈！安安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！嘘，他来了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！这梗要玩几次？看你们要分多久啊？这梗要玩几次？